我内心其实特别想请教堪布一个问题，就是您说这个善巧方便跟说谎之间有什么区别？他们俩看起来很像啊，你看我都是不把真相告诉你啊，都是让你这个说你爱听的你喜欢听的，那跟说谎之间有什么区别？对对对，这个特别好。就是佛教佛教里面有两种意思啊，一个叫做了义，一个叫做不了义。了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佛经讲的这个内容是讲到尾，没有任何的这个保留啊，全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没有任何的保留啊，所有把全部的事情就讲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啊，把真相就是把告诉完整的就告诉给你。那么这种佛经呢就叫做了义啊，了就是说你的全部的这个意思内容已经就在这个当中了义。然后不了义啊，不了义呢他有所保留啊，他没有把全部告诉给你啊，甚至有些时候呢他给你讲的这个就完全就不是真实的了啊，但是呢通过这个方法啊，一步一步一步的引导。比如说我们网上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这样子的视频啊，还有就是这个照片啊，比如说妈妈啊，就是讲小孩吃感冒药之类的这个药啊，那小孩子就是不想吃这个药，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饮料瓶插个管子啊，实际上就是插到对骗一下，插到实际上就插在腰里面啊，小孩子看起来这个习惯就是插在这个饮料里面，对他以为他在喝饮料，但实际上呢，他喝的不是饮料，他喝的是感冒药啊，那么。这种呢你看他是不是一个撒谎呢啊，他当然了他也有一个撒谎的成分啊，就是给小孩说这是饮料，但这个是不是饮料啊，但是呢他后面是什么呢，后面就是给他吃药，然后呢治他的病啊，这是妈妈的一种这个关爱爱啊，一个方法，一个善巧方法。因为小孩子他因为他的认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水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给他讲道理，比如说你得要吃药啊，如果你不吃药的话怎么怎么样，这听不进去啊，所以只能用这样子的方法他才能够吃药。所以佛教里面的这种不了义就是这样子的不了义啊，有些时候佛教里面这样子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个佛他也自己也讲过了，哎呦我这个佛经里面呢有了义和不了义啊，然后呢了义的部分呢是确确实实就是这样子啊，但不了义的这个部分呢啊它不是真实的，但是呢就是这种这比如说他对方的水平啊，他的这种成熟的能力或者是他的认知的这个水平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只有这样子讲啊，只有这样子讲才能够帮助到他，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不了义，那么不了义的它的真正的这个，它的价值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它的能力、它的价值啊，超越了这个了义的啊，因为了义的人虽然这个了义的佛经呢，它讲的是真实的啊，都是它里面讲的全部都是真实，但是这个真实、这个真相啊。传递给别人的时候呢，那对方也有一定的水平啊，才能够接受啊。那么剩下的很多就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的这些人，你怎么去帮助呢？啊，如果只有这个了义的部分啊，如果没有其他不了义的话呢，那佛教的这些传递呢，只能就传到比较认知水平比较高一点的才能够接受，其他人是没办法帮助他们的。所以呢佛就是想出了另外一种方法啊，那么这个他的这个承受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的人啊，我怎么去帮助他们，好，那么我就是用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去告诉他们啊，这样子的方法来那个引导啊，所以这个方面呢他也有一个你刚才提到就是有一个撒谎啊或者是欺骗啊，也有这样子的这个成分啊，但是我们平时的我们的撒谎是什么呢，比如说啊就是为了我就是为了达到我自己的某种啊这个目的，对目的啊，然后呢去各种各样的这种欺骗的手段
去欺骗，实际上我是害他啊，嗯，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害别人啊。那这个就是撒谎啊。那么刚才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不真实的东西的这个部分啊。但是呢，他是什么呢？他不是为了我自己啊，佛他自己这里面没有什么他的事情。然后呢，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是考虑这个对方的承受的能力啊，就只有这样子他才能够接受，否则的话他是没办法接受。所以呢，他就是就设计出来了一个这样子的方法啊，那么这也是为了对方啊。然后呢，对方相信了啊，相信了这个方法。然后呢，这个方法实际上呢，它里面的很多东西呢不一定是真实，但是呢，最终它就达到了啊，它的这个它自己的啊，解决了它很多自己的问题，逐步逐步的引导。佛的这种方法都是这样，释迦牟尼佛他前后就是稍微比较集中一点的法降了三次了，那降了三次的内容是不一样的，这等于是小学的、中学的、各这个大学的。课程也，它的内容是有层次。那么他为什么不一下子把这个最高的东西拿出来，不为什么不给大家讲呢？他就觉得这个是不显示啊。佛刚刚成佛的就那一段，他讲的都是特别的简单的，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的怎么去做人呢，我们怎么去这个更好的去生活呀，然后呢更健康的这个生活呀，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未来啊，或者下一世啊，我们怎么样去遵守这个因果的规律啊，他就是讲这些，这高深的法他从来都不提的。后来慢慢慢慢大家接受了以后呢，大家能够接受的时候呢，然后把一些比较高深的法拿出来给大家讲。所以这两个撒谎跟不了义的法之间的是一个这样子的关系啊。这个佛经里面你刚才提到的问题，佛经里面也专门提这个问题，那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不就是撒谎吗？看来善巧和撒谎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初衷和发心不一样，一个是完全的利己主义，对，一个是为了利他助他，对帮助他人，对。